滔滔黄河千年前在这里夺怀入海，泥沙沉积碎成土地，开荒耕种碎成家园。这里的人们曾安炉架灶，竹海煎盐，创造了繁荣的盐业文化。如今，他们更借助于自然与科技之力，将滔滔不竭的绿色能源输送进千门万户。这里就是江苏滨海。在中国海盐博物馆常设展览中，一件宋代方形盘铁格外引人注目。盘铁体型巨大，重量超过一吨，中间断成了两截，它是一种煮盐的器具，见证了昔日滨海盐业的辉煌。这个盘铁多的是人为的，这里的盘铁块整的必须分成两块，因为当时的职业工人是不能私自晒盐，要晒盐的必须把两个人铺铁拿到一起拼起来进行晒盐。这块铺铁可证明了滨海的职业历史追溯到宋代。曹孝成多年研究新滩盐场的历史，为了深度研究，他正在搜集有关滨海盐业发展的资料。因为濒临黄海，滨海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制盐条件。南宋时期，政权南迁带来大量移民，为促进滨海盐业发展，政府以高价收购食盐，吸引南迁移民定居滨海，这大大刺激了这里的盐业发展。一时间，滨海的海滩上烟火点点，盐灶连连。这个叫锅皮，当时是用来煮盐用的。这种文物大量出土，说明了滨海当时盐生产的盛行。从南宋开始，盐业在国家财政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滨海所在的两淮地区产盐量一度蔚为可观，这在当时留下了"东南盐吏是天下为最后"的说法。滨海产出的盐以色白、力大、干燥闻名于世，因此在市场上很受青睐。然而，滨海的盐要运到当时的食盐统一集散地宜征，却殊为不易。虽然滨海境内有一条涉阳河，但其河道弯曲且时常淤塞，滨海的盐只能通过陆运到达串场河，运费极高，盐民不堪承受。看到这种情况，时任庙湾营守备的朱香臣决定重修涉阳河道。他组织民力，首先将涉阳河河道拉直，然后全面清淤。工程完成后，涉阳河流程缩短了22千米。滨海的盐被源源不断地通过涉阳河、串场河，再运到京杭大运河，最后到达当时的淮盐集散地宜征，然后行销全国。为表彰朱香臣的贡献，皇帝封他为武德将军，并赐字才勇著文，而滨海的百姓也感念他的功绩，
将他的故事口口相传至今。昔日在京杭大运河与射阳河上往来的帆影中，滨海与其他淮盐产地一道托起了清帝国财政的半壁江山。如今滨海人在千百年制盐历史中树立的使命和担当，早已内化为他们的精神动力，在滨海新时代的发展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滨海位于黄海之滨，江苏省东北部。作为一片由黄河与淮河冲击而成的平原，这片土地并不算古老。在1280之前，我们滨海地区还是属于汪洋一片。1280之后，黄河渡淮入海，滨海地区才渐渐沉入。金仁乡，滨海县党史办特聘史志研究员，他在长期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得知，这座城市从建设之初就离不开盐这一元素。南宋时期，朝廷在此地设置盐场，取名天赐场，就是因为这里濒临大海，是利用海水制盐的绝佳地点。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盐业的兴旺为这里带来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到了明代，天赐场被纳入淮安府山阳县管辖。此地距最近的日本岛屿不足800千米。金仁乡发现，由于此地地理位置特殊，经济富庶，导致了倭寇常常渡海劫掠，当地百姓不堪其扰。在一本本地家谱中，金仁乡看到了一段真实的抗倭往事。1619年，在这个抗倭的途中，合作当地人财务抗倭，当时我们这个民政公司接到产品单，一块来利用，利用就配合国兵抗倭。明万历年间，倭寇时常骚扰山阳县天赐场，由于这里距离县城较远，武备空虚。本地乡绅栾明春带着百姓修筑炮台和观测哨，和当地居民协同作战。来犯的倭寇遭到沉重打击，仓皇北逃，本地百姓的生命与财产最终得以保全。一次又一次类似这样的战斗，将盐场先民们自古以来的团结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让官府认识到这里距离县城过远，管理不便。清代，这里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为了便于管理，在雍正九年，把山阳县东北部划出，设为富宁县。同样的拼搏精神在后世不断演绎着新的故事。在今天的滨海东南方，一条恢宏的海堤见证着当地人抵御水患的记忆。1940年，时任富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的宋乃德见当地人民饱受海侵之苦，决心修筑海堤，保障民生。然而在修筑南段大堤时，由于鲁潮泛滥，时疫流行，修堤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为了大堤能如期竣工，
宋乃德在身患疟疾的情况下亲自赶赴工地指挥修堤，同时请来医护人员对患病民工进行医治，及时控制住疫情，保障了工程的进行。经过10000多人70多天的努力，一座全长45千米的瀚海大堤终于落成。此后洪水再未在此地泛滥。为纪念在宋乃德的带领下全县上下团结一心共抗洪水的岁月，百姓将这座大堤称作宋公堤。1941年9月，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在阜宁县东北部设立阜东县，县境与今天的滨海县大致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阜东县与当时的滨海县合并，县名改作滨海。1966年，滨海县以废黄河为界一分为二，北部定为响水县，而南部则继续沿用滨海这一县名。此后滨海作为一县之名再未更改。时过境迁，在今天的滨海，昔日战火中发出的呐喊早已变成了经济振兴的声声凯歌。然而那份在艰难困苦中锻造出的执着却始终没变，它正在激励着当代滨海人在新时代的考验中劈波斩浪，一往无前。这里是滨海县和平公园，保存着40多个抗战老兵的手印，他们默默地见证了滨海的红色基因。这位正在陵园参观的老人叫钱贤顺，他就是其中一个手印的主人。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想起70多年前与他一起参加王桥战斗的战友们。1943年3月29日，日伪军侵占了阜东的交通要道八滩镇，企图消灭驻扎在这里的新四军第3师，同时破坏八滩镇的新四军后方医院和兵工厂，这对新四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彻底拔除这股顽敌，时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的黄克诚决定趁敌立足未稳，迅速对敌发起进攻。30日傍晚，新四军开始向八滩镇隐蔽集结，并在王桥对日军形成包围态势。当晚9点半，新四军对敌发起攻势，很多新四军战士在冲锋中负伤。为了从战场上抢回战友的生命，钱贤顺数次冲向战火最密集的地方抢救伤员。我那时候跟那个店家运动来一次行动，我带着那个帮于9个4个。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日军据点中的残敌最终被全部消灭，我新四军取得了王桥战斗的最后胜利。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稳固了沿阜地区的红色政权。如今那段峥嵘岁月虽然已过去70多年，但钱贤顺仍然记着
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的名字：赵红杰、魏万涛、苏群，同五一个旅的人，还有战友，突然死了，走不动了。因为战争时期通讯不便，部队无法和牺牲战士的家人取得联系。很多烈士家属都不知道亲人牺牲的事情。周万平是巴滩烈士陵园的园长，在听说了钱贤顺的事迹后，为烈士寻找亲人也成了他的愿望。自2010年起，周万平就开始为牺牲在王桥战斗中的48位烈士寻找亲属。我大学就听老一辈子讲烈士的故事，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的亲属不知道他们安葬在什么地方。为了找到烈士们在世的亲人，周万平跑遍了滨海县民政局和档案馆，查询烈士们的资料和他们家人的线索，然而所获甚少。2010年3月初，滨海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主动帮他制作了烈士寻亲的专题节目。此后不到一个月，就有12位烈士的亲属陆续联系到了周万平。在异乡长眠67年后，烈士们终于得以与家人团圆。从此，每年的清明节，这里都会有烈士家属拜祭先人。而巴滩烈士陵园也成为了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断迎来大批参观者和悼念者。对此，周万平倍感欣慰。时至今日，周万平仍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希望剩下的36位烈士也能与家人团聚。而这些宝贵的红色记忆，则将连接历史与情感的脉络，化作最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激励与感召当代的年轻人。为了实现非遗项目的当代传承，每年滨海县都会组织5大宫曲的展演活动。作为流行在滨海一带的传统曲唱艺术，5大宫曲是明清时期戏曲文化的遗存，具有极其独特的艺术价值。5大宫曲从狭义上来说，是指阮平、蝶落、南调、离调、山坡羊这5支曲牌。那从广义上来说呢，它是指和这5支曲牌有相似的音乐风格和相同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渊源的这一类的曲调群体。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5大宫曲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演唱的人已经很少。滨海县文化馆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决定对滨海地区的5大宫曲曲谱展开收集整理工作。当时在滨海县文化馆工作的朱李丽参加了这项工作。5大宫曲呢，我记得是1986年，我们县里面组织了一批资金，要求我们对濒临失传的一些老艺人进行采风。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记谱、录音。我当时负责的工作呢，就是校对和刻印。在工作中，朱李丽触摸到了5大宫曲的悠久历史。
滨海是个临海的城市，明清时盐业繁盛，大量商船往来出入，不仅输出了海盐，也带来了戏曲的繁荣。当时来往的盐商非常喜爱五大宫曲，盐商的财力吸引了很多宫曲艺人来滨海演出，因此这种艺术形式在滨海繁荣一时。为了保护五大宫曲，朱李丽和同事们走遍了滨海县的各个乡镇，挨家挨户地拜访老宫曲艺人，并对老艺人掌握的宫曲曲谱进行记录保存。最终，滨海一带的宫曲曲谱都被收录进了这本《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滨海分卷》。同学们，今天我就要唱《秦香莲》。云郎君一路平年山。一小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的代表性传承人，和朱李丽一样，也曾在滨海县文化馆工作，当时他是滨海县淮剧团的副团长。在那段时间，易小平接触到了朱李丽等人编纂的五大宫曲曲谱，立刻产生了兴趣。经过反复研究和琢磨，他将许多原属于宫曲的唱腔和曲调融入到自己的淮剧表演中。淮剧的唱腔首先要字正腔圆，而宫曲的唱腔优美儒雅，用宫曲唱淮剧丰富了淮剧的唱腔。易小平在淮剧《玉杯园》与《三看玉妹》的唱段里都常用到五大宫曲中的南调。如今在易小平的引导下，许多年轻的学生学习了宫曲，同时也担负起了传统艺术传承的责任。传统艺术不仅需要保护，更需要与时代融合。在滨海政府与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五大宫曲走出了一条在地保护与跨界融合相协调的发展道路。在不远的未来，它还将绽放出更绚丽的华彩。滨海县濒临黄海，由于土地长期受到海水的侵蚀，导致土地盐碱化严重，传统的农作物很难在这种土壤里存活，但这里却能生长一种特殊的植物白首乌。宋代的《开宝本草》上对白首乌早有记载，首乌有赤白二种，赤者雄，白者雌，其中的赤者就是何首乌，白者就是白首乌。白首乌在形态上和何首乌有些相似，也都有补肾解毒的功效。到了清代，白首乌已很少作为药材使用，却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材。
滨海人加工白首乌最早从清咸丰时开始，已有百余年的经验。最早人们种植白首乌是因为没得吃，现在看中的是它的营养价值和经济效益。陈华文是滨海何首乌古法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陈华文的曾祖父是一位中医，民国时期他结合自己的医学实践，总结了一套制作白首乌粉的工艺，这套工艺代代相传，一直传到陈华文手中。我们这里种植的滨海白首乌，它根枝细长，我们当地人早茶下午茶都吃它。秋末冬初是白首乌上市的时节，将白首乌用清水洗净，去皮磨碎，再用粉筛吊浆过滤刚刚磨出的白首乌粉浆，滤出的粉浆在数个小时静置沉淀后，经由搅拌、洗涤、吊团、晒干等一系列复杂的步骤，便制作出了优质的白首乌粉。直到今天，老滨海人仍然保留着用白首乌粉沏出的首乌羹招待客人的习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滨海人更是不断丰富白首乌的做法，以白首乌为主材的首乌宴日益成为这里人们餐桌上的滋补美味。人们在品尝白首乌之余，还喝到了滨海县五粮粥。看似简单的一碗粥里，同样隐藏着滨海人的智慧和匠心。在滨海县城有间不大的粥铺，不到八点，这里便坐满了前来喝粥的食客。早在凌晨三点半，这间粥铺的大师傅梁平就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30多年前，他从父亲梁世煌那里学来了制作这种营养美味但却很吃功夫的粥品的手艺。我父亲是一名厨师，滨海的鱼饺也很多，菜的质量也很多，用一部分大米和几种质量作为粥的主料，反复试制成就了今天的五粮粥。为了弥补一般的杂粮粥口感不好的缺陷，烹制五粮粥的容器使用的不是一般的汤锅，而是一口蒸汽气缸。首先分两次把大米放入气缸中，然后将打成粉末的小米、大豆、花生和玉米按一定的顺序投入锅内。五种食材在气缸中蒸制两个小时后，五粮粥大功告成。它看似粘稠，但米粒却颗颗饱满，其间还夹杂着几种杂粮混合的味道，滑腻爽口，清香扑鼻，喝上一碗让人终生难忘。由于五粮粥制作繁琐且不耐保存，目前仅能在滨海县一带品尝到这一美味。梁平则计划在其他的城市开设自己的连锁粥铺，将五粮粥的营养和美味带给全国的食客们。自然环境的局限没有束缚住滨海人，无论是生于盐碱地里的白首乌，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杂粮，在滨海人的巧手之下，都能制作成营养美味的佳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是因地制宜，与这一方水土休戚与共。
1999年7月18日，来自洪泽湖的洪水将滨海东部滨海港镇的泄洪堤冲垮，整个滨海港镇在洪灾中损失惨重。当时的场景很危险，我们象征组织了3万劳动力在进行抢险，这个代替才得以保证。洪灾之后，滨海县政府决定种植防护林，用防护林的根脉永久固定泄洪堤。张正专受命担负起组织种植银杏防护林的工作。然而，种植工作刚一开始，当地就遇到了长达2个多月的少雨天气，而下一次的洪水会随时到来。当时在这个树苗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连续2个多月的干旱。为了保证树苗成活，我们发动所有工人到很远的地方，用笔袋进行跳水接着和抗旱。经过极其艰辛的工作，张正专带领工人们种下了第一批树苗，并确保了他们的成活。今天泄洪堤上早已郁郁葱葱，这条沿泄洪堤种植的银杏林规模达8000多亩，有了它对泄洪堤土壤的固化，滨海港镇再未出现过洪水泛滥。滨海港镇的防护林种植经验也被推广到整个滨海，在固堤防洪的同时，防护林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片温暖的栖息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吸引了八方来客，让这里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在恢复生态的同时，滨海人也在充分利用着海洋的馈赠。滨海濒临黄海，大海带来了丰富的海产品，也带来了清洁的能源。背靠大海，滨海人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依托强劲的季风，滨海人在距离滨海港22千米的海平面上建成了全亚洲单体容量位居前列的海上风电场，将海面上的充沛风能转化为环保的电能。吴涛的工作是通过监控确保风电桩的正常运转。通过视频监控画面，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到海上风电场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强劲的风力带来了绿色能源，但海上也经常会出现浪涌和大雾这样的极端海况。这种情况下，风机容易发生故障，这就需要及时安排风机运维人员赶往维修。我们风场的风机都安装在离岸20至40公里的海上，海上的风浪很大，运输人员的运维船和风机桩机在海浪的驱使下会发生碰撞，这样会导致运维船舶和风机桩机受到一定的损伤。为了减小运维船与塔身的冲击，使两者接触点更稳定，运维船船头一般都会有 EVA 材质的护舷。然而由于运维船使用频繁，护舷极易磨损。吴涛带领团队和运维船船厂的技术团队展开了共同研发，经过多次试验，一种玻璃纤维涂层诞生了。这种材料很快作为涂层用在运维船的护舷上，大大延缓了护舷的磨损。如今滨海海上风电场3期工程已经建成，这里的计划年产电量将达到21亿千瓦时，
在发展绿色能源的同时，滨海人也在产业结构上不断摸索环保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滨海港拥有两个十万吨级通用码头，这一优势引起宝武钢集团的关注，他们将在滨海建成南方最大的环保钢铁基地。基地将采用智能化无人作业的方式管理远距离高炉操控，促成生产力的升级发展，同时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以最节能环保的方式生产出精品钢材。大海为滨海带来风能和优良的港口，但滨海的低洼地势也为这里埋下了洪水泛滥的隐患。御风而行，与海共生，这片昔日洪水泛滥的盐碱荒滩，如今已乘着清洁能源的东风，将地理上的劣势转化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风帆。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滨海人正创造着更美好的生活。如雪的白盐是来自于大海的馈赠，也是勤劳的滨海人血汗的结晶。血染的红旗是铭刻于历史的印记，也是英雄的滨海人生命的赞歌。清洁的绿色能源昭示着智慧的滨海人对家园的深深眷恋和对未来的全权守护。传统与现代交织，文化与生态并举，新一代的滨海人正绘就色彩瑰丽的新生活画卷。